雪板是单板滑雪最重要的工具，在我们平常的滑行中，坚硬的冰块、石头都会对雪板造成伤害，如果不及时维修养护，将对您的安全造成威胁，所以定期对雪板进行保养和维修是非常必要的。我现在呢，在多乐美地滑场那个雪具修整大厅，然后大家看我身后边有一个专业的修板机器，而且还有人专门有人在修理雪板。其实对于雪板呢，的维护呢是很重要的，就是板底的塑料啊，要定期的打蜡，而且在场地不好的情况下，有一些大的刮痕呢，要自己处理不了的情况下，一定要拿到一些专业的一个修板的地方来进行修补，这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边，所以自己可能修整不好这样子。平时你可以自己在家里边啊，买一些打蜡的用品啊，就是蜡啊、熨斗、刮板之类的，在家里边就进行可以进行雪板的维护，经常打蜡，对雪板的板底啊保护有一定的必要性。加上板边的处理，比如说滑时间长了以后，你板边会形成有钝边或者是石头刮过的不平的地方，所以板边最好是拿到专业修补的地方来修理，因为它有一定的角度来衡量所以说用专业的机器和专业的刨边机器来修比较好。像这样大的划伤尽量来修补，因为时间长以后这些划伤慢慢会越来越大，而且有的深的划伤可以伤到板心的位置，所以经常你时间长不修的话，对这个雪板的损伤会很大，这个寿命会很快就减短那个滑雪板的寿命。在滑雪场一般都会有雪板保养修护的专业设备和人员，当你发现雪板的板刃和板底出现比较大的划痕或磨损时，应该及时的到专业部门进行保养维修，经过专业的打磨、上蜡、抛光之后，您的雪板一定会旧貌换新颜，同时也保证了您的安全。在上一集我们已经了解了大回转的技术要领，如果你能轻松找到用刃滑行的感觉，说明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但是当你在狭窄的雪道上滑行，当你遇到突发事件时，你需要缩短滑行的过程，快速灵活地避开雪道上的危险，因此小的转弯也是你必须掌握的技术。小转的练习是为了提高你对单板的操控性，使你能够更自如地操控这个雪板，有一个节奏感，然后有一个速度感，让你在一个很小的距离里做很多小的转弯，这样的动作呢，使你更灵活地操控单板。练小回转呢，也是让大家能够在频率快的情况下，能掌握一个速度和一个频率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不断的快速的换刃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一个滑雪的一个频率，这样呢，你可能在滑行的时候就会容易控制好自己的板子。把回转半径变小，也就是你最左边到的距离和最右边到的位置之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练到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回转了。怎么样就可以最终做到小回转呢？第一要控制力度，你要慢慢的对雪板加力量，然后把你身体的起压的节奏尽量的变快。当你能够很好的控制两边的转弯的板刃的时候，然后把节奏变得尽量的快，然后把回转半径变得尽量的小，这就是大家希望做到的小回转。与大回转相比，小回转动作的幅度更小，速率更快，转弯频率更高，它可以使你在狭窄平缓的雪道上顺畅的转弯，并且可以让你从容应对雪场上发生的突发事件，保证你的安全。既然小回转如此有用，我们是不是可以先练习小回转呢？开始的时候你练习小的转弯，这样节奏你不会控制得很好，二一个对速度你控制的也很差，然后你对自己的重心和板子的熟练性你掌握的都没有大的转弯那么好。你掌握了大的转弯以后，增强了这个重心和动作的稳定性，
啊，然后不断的缩短斜线滑行的距离，啊，提高你的滑行节奏，就是转弯的节奏，就也就是可以说是小回转的一些动作。在不断练习之后，小回转的节奏和速度越来越快，这样你对板子的性能和控制能力也同样得到一个提高。小回转动作速率快，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难掌握，而大回转更像是分解动作，你可以慢慢地体会身体的姿态、重心和用刃的感觉。熟练的掌握之后，我们可以逐渐缩短用刃滑行的过程，加快动作的频率，逐渐形成小回转。小的转弯呢，也要结合的大的转弯中间，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斜线滑行的距离缩短，这样你每一个转弯的结束换刃的时间变短以后，整个路线也就变成很短，自然的节奏就会快起来。啊，你在不断的练习小转弯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哦，我在大转弯的时候，这个重心和板子的运动轨迹和整个运动作的一个过程。所以加强这个速度和频率的练习，会更增强你在中级坡道上滑行的一个稳定性和你整体的一个自身和操控板子的能力。熟练的掌握大小回转，是你在通向单板高手之路上迈出的最坚实的一步。从某种程度上讲，能够正确掌握大小回转动作，说明你已经成为了单板滑行的高手。但是单板滑雪的精彩不仅仅只有滑行。所以其实就是在你抛开地球的一个引力的情况下，把你抛到天空，其实是比较紧张的一个心态。我想其他爱好者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是那你一离开以后，虽然是一瞬间，但是已经体验得到一个飞跃的感觉。成功了以后，这样每个人都在为他做动作感到兴奋，他自己也觉得通过这个也能得到很大的一个进步。当你融入到这个圈子里边的时候，你会从里边得到更多的快乐，把自己的热情都发挥出来，会激发我们的一些斗志。飞翔的感觉会让你欲罢不能，但是如果你盲目的去飞跃跳台，会对你造成极大的伤害。现在我们就从飞跃跳台的基础动作学起，去一起感受飞翔的感觉，去了解决定飞跃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根据场地来看，你要知道你的速度啊，你首先你要检查这速度够不够飞跃那个落地到那个着陆坡上，会尽量不要不够速度落在平地上，或者速度太快飞得太远。滑行当中不是一直对着跳台一直保持一个速度往下走的，你其实是一直在转弯，用刃转弯在调整那个速度。当你觉得速度快的时候，你用刃可以推一推板尾，速度就会慢下来。你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力，知道这个速度有多快，我当冲上跳台的时候给我抛起来的力量能有多大，之前有一个预演的一个感觉出来。速度是决定飞跃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快或慢都将影响动作的完成。掌握速度需要一个过程，更是对你滑行基础的考验。除了要掌握速度，起跳时机也是完成动作的关键。就是在你离开跳台沿儿之前，你要跳起来了。如果你觉得啊，到那个沿儿我再跳，那已经晚了，因为向前的冲力很大，所以一定要在跳台之前先做好准备。往上升的时候，你就要下蹲一些，因为这个力量也有一个对立的。因为那个跳台往上走，人往前走的话，它那个对抗的力量会很大。如果这个压力你要没有跟它对抗的话，你就会不要往下拉。拉到台子下边，就是起跳时机失去了，
你这个动作整个轨迹也就变了，而且你也做不出来动作，所以一定要跟他一个抗衡的一个感觉，一个踩住他，蹬住他，到那点甚至于还要往上用力跳起来。当你主动真的跳起来以后，你的空间会很长，你的高度也很高，然后你感觉你飞的自然就觉得飞得就很高。在掌握了速度和起跳动作之后，我们就可以从比较简单的动作做起，循序渐进地练习跳台动作。直跳是空中动作的基础，它和滑行时的臀跳一样，重点是起跳后要把双腿向上收拢，保持身体平衡，在落地前展开，着陆的瞬间降低重心，减轻对下肢的压力，使身体可以平稳落地。在掌握直跳之后，我们要做的是直跳的抓板动作。我们说直跳的时候要做一个奥利，好，奥利起来的时候人是向上升的，跳起来啊，当你向上跳，主动跳起来以后，向上升以后，你会有一个要主动收腿的一个动作。收腿以后，我用手抓住我两腿之间的前刃，在空中有一个停留时间，这个叫 Indy。 转体动作也是跳台的经典动作，完成转体动作最为关键的是上跳台的路线以及对空中姿态的控制。转体的时候很关键一点呢，就是说滑行路线会帮助你在离开跳台的时候有一个旋转的一个动作。滑行路线的意思就是我所板滑行的刃的一个路线图，比如说内转，我对着一个跳台，我在起跳之前要先走一个后刃，上跳台我要走一个前刃，借助转弯的力量，啊，加上身体的带动，形成一个纵轴的一个惯性。外转的就是相反，就最后两个弯的时候，这个地方最关键的，我先用前刃走一个弧线，然后换着后刃以后，找好起跳时机向外带，加上腿的部分蹬动。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转动，转动不够怎么办？转动不够的话，要身体带动你的板要主动一点，然后落地之前将下半身和上半身对扭的感觉，把板子矫正回来。八位单板高手为您献上精彩的单板教学宝典，相信通过我们的教学节目，您已经对单板滑雪有了全方位的了解。只要你用心去练习，一定会成为各中高手。总有一天，你会飞驰在茫茫的雪原，徜徉在单板公园的快乐之中，成为整个雪场的焦点。咋扯上了？看的前方，那边是前方。都说三次了。